你到底出现了？我犯什么法了？你们无权拘留我超过48小时。哼，臭小子，死到临头了还不老实啊？你少盖我，尽管放马过来，到了法庭什么都讲证据的。哎，对呀、啊，不知道到时候法官信你还是信我？信你，我好怕哟。哎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要告你什么？你们最多告我提警察老二了。小子，你别这么得意，我现在要告你偷车、抢劫、杀人。啊，你比那个老区还狠呐！你用不着瞪着眼看我，你偷的车已经找到了，那辆车呢，正是抢劫赌档用的，还两死一伤呢。喂，老大呀、啊，我一下车就让你抓来了，整天晚上都关在这儿，上哪儿去抢劫啊？那你承认偷车了？是啊，又死不了。说吧，把车交给谁了？对你有好处的。你用不着哄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你不知道。你们这种人很讲义气，你一个人全顶了，是不是？老弟，你前途无可限量，不过是在牢里。爹，我有心把你，你给我耍滑头。当初跟我合作就不会搞成这样了吧？你跟你合作，哎呀，你让我做线人呐？你破了案能升官，让我做小人出卖朋友，那你别指望我跟你说什么。你放心，我不是来问你口供的，我是来告诉你，你洗干净了屁股在监狱里做你的下半辈子吧。你唬谁啊？你唬谁呀、啊？我只是偷车，没抢劫杀人，不犯刑事。哼，告你偷车是小事情，现在又多了一条谋杀。哼，拜托你别动我小我谋杀你神经呢。我说的话你可要听清楚了，现在就是要告你谋杀。你在现场拿的手枪有4颗子弹是在两个死者身上找到的，怎么解释？哼，老弟呀、啊，我看你还没有完全坏透，还有几分人性，因为你是我亲手抓的，不希望你被人冤枉，省得我良心过不去。那些人见到我就求我，警察见到我就冤枉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没这么对你啊。计程车。挂案。哎呀，哎呀，豪兄，你怎么开车的？你会开车吗？啊？你走路不长眼睛啊？你刚才把我狗压死了。哪有狗啊？别动，把手放在头上，下车，快！我是那边，这边，老实点，快！趴在车上，动他！开车，开车，快开车！打住了没有？打住了没有？你顶住，我去拿车。你顶住，我去拿车。注意点没有？注意点没有？走开呀、啊！别动！我操，真抓得过瘾了。